好，我是小米，我回来啦。这次影片呢，主要是记录我刚刚才玩回来的台中3天2夜自由行。我大学4年呢是在台中念的，所以这里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及回忆的地方。但是呢，可能因为这几年自己经历跟成长了不少，所以这一次回来台中，我觉得说，哇哦，我完全好像是一个新的灵魂呐！就是台中对我来说，一切都好新鲜，好好玩，然后重新探索，我好像找回了那种好玩的感觉。当然还有个原因，是因为我这一次一起旅行的伙伴呢，是我从小到大一起长大的好朋友。所以呢，一路上我们就不断的陪伴对方跟照顾对方的感受，所以我们两个玩的都非常非常的尽兴跟很开心。森林呢，也是我在台中念大学的爱店之一。以前呢，真的是常常来这边玩。毕业这么多年，我第一次回来薰衣草森林，没想到它真的是变得越来越漂亮，而且呢，它还加入很多新的主题耶。这是什么啊？旋转木马哎！天哪，我的天哪！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搬到这个山上来的。难怪薰衣草森林可以历久不衰，而且每年都是网美最爱的打卡景点呢。我觉得配上这个南瓜的装饰，真的好可爱哦，好有万圣节的气氛呢。这一棵呢是许愿的树，大家可以把许愿的板子挂上去，借由树跟大自然守护的能量，祈祷大家愿望都能成真哦。是荡秋千哎，我怎么可能放过他？不管到了几岁，有少女心的女孩，只要看到荡秋千都会受不了。寄给你心里重要的那个人，最特别的是你可以寄给未来的自己哦。但是店员小姐姐却跟我说，最多人寄的其实是这个寄不出去的思念。让我发现原来好多好多人其实心里都有很多的遗憾，并且把那个遗憾深藏在心里面，甚至可能带着它过着一辈子。我曾经也有过这种感觉好几好几年，但是我今年的体会是，只要当你愿意看得懂这个遗憾想要告诉你的意义，以及想要教会你的事，真正的愿意接受这样的改变，并且找回力量重新创造新的生活。我在拍摄的时候刚好遇到这一对小情侣，我觉得他们好可爱哦，让我忍不住一直偷拍他们，而且看到他们好像想到过去的自己，希望不管过了多久都能永远记得当初的感动。
下来呢，带大家来到的是这个很有文青感的咖啡店。除了咖啡非常好喝外，最特别的是它地下室是一个唱片行哦。一走下来呢，就让我想到高中时代的自己。那个时候呢，我把我所有的零用钱都拿去买喜欢的外国乐团的唱片了。看到这些满满的唱片，真的让我觉得好有回忆感，也好有青春的感觉。接下来的这个呢，是现在台中非常夯的网美餐厅——小意大利餐厅。里面所有的设计跟陈设都非常的漂亮，不愧是知名网美店，而且东西也蛮好吃的，大家可以过来吃意大利面或者是喝下午茶。就是来高美湿地看夕阳啦，这是我在台中念书最爱最爱的景点之一。其实呢，我们差一点因为快要迷路而错过了夕阳，还好最后突然出现一个神秘的阿姨，带着我们走捷径，穿过一个桥，直接来到这个地方。我想这就是冥冥之中肯定是有老天爷跟宇宙在帮助我们的吧。所以我跟自己说，一定要记起来这个幸运的感觉，因为这就是最好的证明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孤单，而是一直都受到宇宙满满的爱跟照顾。